那个，你别误会，我不是来找你的，我只是路过而已。之前不让你进来，你就一直守在门外。现在我终于出来了，你又要跑？我，你距离手环呢？师傅解除距离手环了，我要回府了，这距离手环自然也没用了。你要回府？不行，你绝对不能回去，入府的事情很有蹊跷。原来你都知道了。蹊跷？有什么蹊跷？他们就是为了……我的意思是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前几日你刚刚被刺，今日陆府就被围，这中间肯定是有联系的，你还是得谨慎一点。不管怎样，这件事情因我而起，我不能让家人替我受罚，自己做的事情就要自己去承担。之前在飞灵谷的时候，你不是也这么跟我说过吗？不能只顾着自己的感受，也要顾及别人。那我陪你回去。不用了，我现在也有五级灵力，可以照顾好我自己。你要安心养好身体，这样我才能放心。